这个脚尖是朝这个方向，右转下踩，拿移重心，收脚合手，连续开右脚，踩下去，这个脚尖是这个方向。人左转化穿掌，穿掌移重心，这边要扣左脚，到这边，超经过正北的时候，再拉过来，扣左脚，这边拉起来，松成中垫，掌扎一。啊，这边再松成一次，成一次合进来，再松成下踩，移重心拉起来的时候，身体不要歪掉，不要歪这样子哈，松成下踩拉起来，身体要中正，啊，再成左转，绕到耳旁，收脚，在这个斜方向，注意这个胯不要跑到旁边来，不要收脚以后身体变侧这样子，这样屁股歪掉。好、哦、刚刚有看到这边屁股歪掉，把这屁股拉进来，这样才有正、哦、拉正，看拉正、啊、放松下按右风四臂，然后沉一下右转胯，沉右胯合手，再沉右胯左转送勾手，沉开左脚，踩下去脚尖朝那斜方向，好、哦、这边给西北方的斜方向，这边，然后穿掌，穿掌，移重心，到正北对不对？扣右脚，这个是要扣右脚，拉过来，继续拉过来，扣右脚，然后再松绳中点，这边落肘松绳中点，好，那这个肩膀不要扬起来，啊，这边，刚刚在打的时候，在这边要做六缝四臂的时候啊，哈，会。所以这边会扬起来，拿起来这边会扬起来。这边除了这个臀以外，啊、哦，这边肩也会扬起来，不要这边会扬起来，放松下来，啊、哦，放松下来，啊、哦，那这边也是一样，拉起来，不要拉起来变成扬起来，这个肩膀不要扬起来，啊、哦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不要扬起来，啊、哦，很多人都这边都扬起来，啊、哦，这肩膀要垂下来。肩膀要垂下，扣右脚，再松绳一次，从这边松绳，松绳中点，身形朝正北，眼神这个左手的方向，这边左手的方向，松绳中点。好，我们接下一招哈，合进来握拳，移重心拉过来，右转，上下交换，移重心，合手。再移重心往上拉起来，那这边双分开来，雀地龙在这边，移重心开左脚，左上右下，扣右脚，右手拉到腰胯，上腹之心打上来，我再沉下去，掌松开来，右脚踩下去，开右脚，右手往上架，收脚。开左脚，左手往前拦，移重心，右手往前打，松绳送掌，移重心拉起来，往后，右转再拉回来，翻掌移重心往前送掌出去，打正膝。然后今天进度哦，这边再松一次，松一次，往左边合手，握拳慢慢握拳慢慢握拳，合手。合到这边刚好握拳握完，移重心，这样拉开来，拉开来，拉到右脚上方的时候，右手往下放，移重心合进来，在这边合手，再移重心往上拉，移重心往上拉，两拳对开拉开来，从这边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啊，确定了，对，如果没有办法往下做呢，你就拉起来的时候呢，这边比如说我们没有打那么大步，你就拉起来，这样子，不能够下得很低的话，你就这样下去就好了，到这边就好了，啊，做这样就好了，身形不要，它
下去，为了这个手很低而趴下去，然后屁股又歪掉。哦，我们坐下去的时候右胯往你的脚后跟的方向走。好，这样下去，右胯往脚后跟走，然后这个右膝盖往这个脚尖的方向走。这个膝盖不要扭成这样子哈，有的人下次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要折到了。啊，这样打久了这边那个膝盖会有受伤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走下去的时候，注意右胯往你的脚后跟落，从这边落下去，可以下多少算多少，这样拉开来。啊，这边你可以下去的话，这边不要打直，这样是弯曲啊，弯曲不要打直。啊，这里两个重点啊，这边往下下去，然后这边膝盖朝脚尖，然后这边膝盖不要打直，啊，这三样。开左脚，从这边我们的胯往下荡上来，这个时候胯还在往下荡一次，不是直接这样起来哈。这个一个比较小的那个小小的注意点哦，然后注意看一下这边两胯再往下一次，往下这样走过来，开左脚的时候往下这样荡过来，啊，了解吗？慢慢的走，要慢慢的走，啊，要慢慢的走，走进来，然后下次从这边这样展开来，这样展开来，啊，然后再往上。这边下张，以后越来越就是越来越有那个程度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你要这样走，下走，上步，后脚转身，然后右手要拉到这边右胯旁边，右大腿这边，啊，再沉一次，这样走，走出去，这边脚尖也着地，啊，脚尖着地，就这样起来，这样打。你不要起来变成这样子啊！很多人这样打起来变成这个不要踩下去啊！再继续啊！后脚从这边上打啊，放松，右脚跟踩下去，全放开来，开右脚，右手翻掌架，收左脚，右手往上架。上步，左手往前拦，左手翻掌，外翻拦掌，右手往上外翻架掌，然后移重心，左手拦起来，右手从这边绕个圆往前打，然后再往前送，移重心挑起来，右转的时候拉过来，拉到你右胯，到你右侧身，移重心往前。先打，啊，我先打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它是续进，如果要八进的话，九，啊，这个可以八进。那你要八进，要从这个地方，从这个地方，等一下八，好，不进，好，那这边也可以八哈。那我们不发的话，就是要有那续进，走那个劲道的感觉。要怎么走呢？来看一次啊，你注意看一下，要从大腿这边，这边蹬过来。蹬过来，放松出去，从这边大腿蹬回来，右转胯